妙卡律番三个字有什么感觉？很妙，很妙，怎样妙？喵喵喵，小狗汪汪叫。世界的把那个字改掉，运用这个音。国民党政治人物，你觉得谁最可爱？几乎没有哎。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。送给柯文哲的礼物，你觉得他最满意哪一样？那个龙袍。江湖传说你随身携带狗仔的车牌号码，为什么没有分享给王定宇？啊，那只是江湖传闻。真的没有吗？那检查一下你的口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等一下让你全身检查。王浩宇要去高雄选议员，找你去站台的话，你会去吗？不，我希望我不要往我身上泼粪。